哎，大家好，我是詹福。那我们要来开拆封的事的是，哦，我们的大百科21，这个可怕的系列也来到21本了。好啦，那附赠卡是一张转身验收，跟一包张不知道什么的，贴电子珠的，忘记了。好啦，主要是这两张，感觉越来越没有什么搞头了。上次是五重魔术师再加它的融合、哦。感觉还蛮厉害的，那这一次就是这个，后面是我们的臭亮龙。好了，那我们就来开吧，拆封了，好久没有拆书卡，我最近书卡都好像不太有新意，就没有再开了。好，毕竟电影版的时候已经过去了，就不需要买那么凶了。这个。哎，竟然没有封条哦！封条被我拆掉了。好，这次收录到哪里呢？10几啊，108，从108开始。好，108最重点的牌大概好像也还好哎，好像没什么重点牌。我们就这样被忽悠了一次，然后最重要的神子新杯神子，蛮重要的，现在还是有的用的。然后魔中洞，万恶魔中洞，然后大捕获物，108好像就这样子而已吧，好像就没有什么比较重点的卡了，因为其他都不怎么样啊。吸血新机神，这也蛮重要的。其他好像就还好，没有什么可以，没有什么比较厉害的卡片。好了，重点讲完了，这就是108。再来嘞，109，还是107啊？算一下，12345678，对啊，107，现在是倒着的，倒序哦。好吧，107好像也还好啊。好，幻创龙，重点，这个也蛮重点，让那个我们的那个什么可以玩的魔神仪，这也蛮重点的，魔神仪这几只也蛮重要的啊，大概翻一翻就好了，不是重点。好，原来是从原来是倒着看，在106、105，大会包，黑包。啊，哇，全部放红钻，你还好意思哦？还有 DB， 就 DB 也还好啊，可恶。然后 Link 包二，这个海外就算了，就有点粪 DB 粪。好了，大概翻一翻就好了。这是礼盒这些的。相信我应该都没有错过这些东西开给大家看的。好，然后是书卡稍微 run 一下，这是这一次没有开，没有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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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买，有开，有开，没有买，有开，有好像有，这个也一木包，这边都还有，一眼这个就没有了。是连续订阅才有，这个都是连续订阅，连续订阅就很难收哦。不值得开。哦，哎呦，带怪物弹珠也收入在里面，这个我也开过了 ，nice。哦，旁边的不错哦，哇，这40的图也不错。红钻、青眼白龙、红钻黑魔导、洋芋片。这张一片只收入特卡而已，其他都没有。哇，金银白龙，这也收在里面。黄，好了，后面就是检索目录了。好了，再就是我们的卡片了。这把剪下来了，这个拆大百科最麻烦。
第一张 Link 怪，哦，电子族 Link 二，电子族怪兽两体。磁卡名效果愈合只能使用一次。磁卡连接召唤成功时候发动，手牌一只电子族怪兽可以在磁卡的连接区自己产生特殊召唤。而它的指向格是左右啊。friend 不打电子族绝对用不到。好了，另外一张传声岩兽，三星岩属性，应该是胡狼之类的吧。磁卡迷回合只能使用一次，磁卡作为连接素材目的送的回合结束阶段可以选择以下的效果发动。这张卡片以外的自己目的的转身岩兽怪兽一体对角发动，那只怪兽手被特殊召唤。转身岩兽这张磁卡以外的自己目的的一张转身岩兽卡片发动，手牌加。都要回合结束才能发了，这个好像有点慢。不管是加手还是回到场上。好像。没有什么人在用好啦，那我们这次大百科就把它开完了。大百科我觉得是一个，如果其实我为了这个就是买书而已，卡片除非是真的是很好很强的才会另外想要买，但其实我都是买书而已，买书收藏哦，毕竟它就是有点像是目录啦，游戏王的历就是每年的卡片出，然后把它集合成一册，作为就是一个目录。哦，那当然就是它有图片，都打图案附给你了。但是这个把插图放进去，就是把卡片的插图放进去，好像也没什么新意啊。不过就是这样。那以前的大百科，我记得还会哦，对，还有附上一些就是牌组的一些介绍啊。哇，就连限定商品的卡垫也在里面 ，Leo。然后就会附上一些牌组的介绍，牌组的组法。那以前其实那个什么，要组牌的一些那个都资讯都不好找，不会像现在很好找。那我记得以前会有一些，这样没有嘞，还是用到白书黑书里面去，好像吧。我记得还会有一些那个，应该是白书黑书那个系列。总集合，好啦，那这就是大百科21啦，看来应该是可以继续走下去，应该还会有22。好啦，那我们的主角依旧没事干，看我们转身演说跟其他人表演就好了。好啦，大百科开完啦，如果喜欢这个影片，喜欢的想持续追踪按个订阅哦。那最近我比较忙，所以就比较没有在更新影片，那当然就是有新的东西还是会开的。好啦，我是三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